欢迎各位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妈妈把关，尊严哥，助教升等赛。欢迎各位朋友在每天晚上7点钟三立电视台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助教升等啊，在后头呢，这个前面已经拿了4票了，这4票我一个人就贡献了2票，是，对不对？哎，对耶，你再说把关多不严格了吧？我有看出你是尽力的。一样，今天有一个听说是妈妈要来把关了。哎呦，你又爱又恨的娘，今天你妈妈来了，她把关，她会有新仇旧恨加在一起。到底她把关严不严格呢？那我们就先欢迎她4位好朋友，对，好不好？都是她的好朋友，都是你的好朋友。嗯，大文、大赫、简廷瑞、张若婷，欢迎4位。欢迎欢迎，欢迎，双生双蛋的组合，要宣传一个戏是吧？啊，有吗？没有，今天就是要宣传五雄，宣传五雄，对对，把它销出去，卖给本节目这样，对对对，卖给贵节目吧，卖给贵节目。大赫没什么意外的话是第一次来，是，哦，一来就把我当成本节目来看，很有归属感啊，很有归属感，归属感。很好很好，那今天你们看分两组，两个大字辈的在一块，对不对？好，中间稍微让出一个位置出来，因为他最近发胖，所以让他。我发胖，这样子我就站得住了吧？是不是？是五雄妈，王美玲女士。好，我想看着你这么健康，你真的很坏。今天要你来把关呐，哎，手心手背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你知道我们这个大家庭，你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公正超然的。是的，好不好？修理他，好，因为他从助教，他从助教到校教练，他经过考验的，是吧？那更严格。你会放水吧？不会。放水节，你放水节目就不精彩了。我不，绝不放水。他也是心狠手辣出了名的。今天是五雄。你要选大字辈的还是选张简？哦，真的很难哎！你们可以说一下你们拿手菜是什么？拿手菜，大文先来。我最近做了一锅超好吃的咖喱，是从洋葱然后慢慢炒到它糖化，我炒到糖化哎！听起来很厉害，我听起来有点好笑。你的火力再强，你还会糖炸嘞！来，你讲个拿手菜，茶油炒腰内肉。茶油，我会炒到发脑哎！我去拜拜。简廷瑞拿手菜是姜丝炒猪肉，然后还有干煎鸡腿排，干煎鸡腿排哦，蛮厉害的，厉害了吧？女生，你来到张若迪，不要说人家，快点。其实就炒青菜那样，你不是很会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就是牛排啊。对，煮水他不是很会啊。来，五十，请选择。不管我选哪一组，另外一组你们知道怎么做后。熊家内战啊，想要里应外合、啊，不行啊，今天不行啊，都要认真做、啊。姐，动物，我们动物，都是禽类嘛，对、哦、吧？动物组，那你就跟人类在一起了，哎，好不好？第一阶段家常指定菜是什么？詹姆士，请介绍。客家小炒，这个根本就在弄我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炒了30几年的客家小炒、欸，哎。你们可以吗？准备啦，我蛮爱吃的，你就带着你两个禽类好好加油吧。好，来准备各就各位。这条先煮过哦，不用不用，泡水就好。泡水吗？不用。不要太厚哦，因为时间几分钟啊，10分钟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好，把它切完。猪皮不要去掉。美玲姐不去猪皮哦，她不去猪皮，我炒青菜。那你呢？我们放青菜，蒜青放一堆，蒜尾放一堆，因为他们要不同时间下。所以都斜切是不是？这样子。好。先把猪肉放下去，猪肉先有肥的部分，然后它会煸出油。等一下，好，可是我看那个阿弟摄影片。哎呀，不受控的大客让熊助教超崩溃，究竟他会是五雄的助力还是主力嘞？我们利用10分钟完成今天的客家小炒，两边的对战组合，请美玲姐还有五雄待会儿再
对方在做菜的时候跟着两边走来走去的。嗯，哦，中间不可以焦。会求救嘛？嗯，求救可以做一分钟嘛？是。啊、哦，好。的确是一场硬战啊、哦！希望你熊跟禽类实在是哦。一家亲啊！功夫熊猫的，功夫熊猫，对对对对，真的耶！我大伯还真是功夫熊猫，是打那只熊猫，搞错，搞错了，这怎么讲？不要再开玩笑了。美玲姐，待会就先到这边来，我们先从女儿这边开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十分钟计时开始。好，来我从这边，要怎么用力啊？其实只要拍扁就好哦，真的假的？对。哦、大伯，你的豆干会不会切太大？你是抽切豆干条，对不对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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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现在马上更正了。五熊是这样做啊？也太宽了啦，你这样不能入味耶。好，可以再对切，没关系。现在对切好。哎、欸，你在教是不是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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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拍下来，你现在在说什么？哎呀，我觉得我们这次卷进这个熊家内战啊，这是淌淌浑水的。淌浑水。不过还大鳄，你不太需要现场立即转播的。是是。小心不要切到手。看你做菜到不会很不会迟疑哦。是是。对不对？哎呀，这就是土。他平常自己在家有在煮。我喜欢做宵夜。你喜欢做宵夜？你的宵夜是什么啊？有什么？我的宵夜都是炒饭、蛋炒饭、泡菜炒饭，长得像饲料那样。都是。一粒饿的吗？还行哦。这么长啊？这个不要。太长了吗？太长了吗？你没有说大喝的吗？哦，你可以，你冷静。好，我可以的。不要切到手哦。不错哦，常吃炒饭为什么会这么瘦啊？因为我这个人吃不胖。哎。没事。怎样？你们同一队的。因为我吃不胖，我这个也是蛮困扰，怎么这么多？我想把猪皮给去掉。刚刚五雄特别说他想要去掉猪皮，为什么不喜欢吃吗？应该是一些差异化美观的问题，是不是？贴着，然后贴着往贴着这样贴，哎。啊，其实客家小炒有需要猪皮吗？当然往下，见仁见智。对对对对，见仁见智，因为猪皮炒熟了以后，它会有 QQ 的胶质。会出来，对，再往下。大伯，你现在是弓箭步，对不对？有弓箭步，小心手。还不错，等下我要全用。真的豆干稍微厚了一点哦。好，再薄一点。这个猪皮的油也可以利用一下。时间剩下八分钟，准备走。哎，这边切的好细哦。这边刀工好很多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刚以为这边比较好哎。要切的不错。豆干是谁切的？啊，我。切得很好哎，哎，你刚哎，前面装虾，刚才在装对不对？正在装，气好重哦，啊，其实他不是。你为什么会做菜？为什么会做菜？哎，因为多叫声又不是什么美味。没有，前面还有一个，他拍过料理，前面还有一个料理高声。你为什么不找高校系列的？对，所以都在演高校生。对，那时候就有练刀工了。哎，是你教的对不对？不是我教，不是我教，我教不是这样子。而且刚刚，你教不是这样子，你很失望吗？对呀，整个倒下去，都倒下去。哎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滑下去的。这边刀工切得好，台面上又干干净净的。这边比较，所以都不用腌呐。不要不问，时间还有六分钟，肉也不用。要不要求救？豆干也不用。目前需要求救吗？请问。所以豆干下去炒一下。妈妈教的。对，我教的，好好，倒下来。不是妈妈，没有，是自己的。妈妈到那边去。不用关，不用关，你就别老实，小心小心。小心锅子哦。炸下就可以了吗？真的可以了，这样。大酱就好了。过一个油，过一下，过一下，过一下。要过去哪里？你看他很紧张哎。这样就够了。没事，可以的。还要炒吗？这个很好，不求救，走。等一下，你就放进去炒一下，肉再。先逼一点猪油出来，要不要这样？真的，真的。你有没有试过想在夜市里卖菜刀啊什么的？哎，小时候有讲过。就是差不多，要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，对，我只会倒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们的油锅撤掉了，你们不要过油的。为什么不用给我们啊？我们不用过没关系。他没有给你们。直接炒一下。没有给你们。就直接炒。再炒一下，都可以。你们刚刚没有放油，是随他自己的油嘛，对不对？有有有有放。有没有炒过客家小炒大鹅？
我有吃过，没有尝过。他们做菜经验不多了。大文呢？大文看不下去，把它先走。有吃的真的没有炒过哎，因为想说他应该是要用炸的东西，所以家里就不想一直。那你觉得客家炒最好吃的部分在哪？炸的。吃完了。不一定啊，豆干很有口感的感觉。哦，我觉得那个时间还有五分钟，要不要求救？快炒一下，再一下下好。站一下下，什么时候你会叫五球出来救？大概是需要加那个调味，调味的时候。他们桌子也收得很好啊，嗯，他们弄得很干净，嗯，不错。哎，现在应该是可以加这个了吧？要加，要加，要加。然后这个冰糖全加。你在问谁啊？谁意思？我在问大贺。炒到颜色变了。当我们大贺瞎尖叫，你那边大贺在干嘛？花椒打气啊。应该还不用豆干在切太厚，你刚不是说要切薄一点吗？还这么厚？对啊，豆干还是太厚。你是要铲子把它分开吗？时间还有四分钟。好了，可以了。需要求救的吗？大文炒哦，要真的炒，不是拨两下而已。要都只是拨一拨，拨一拨而已。别花龙啊，别花龙啊，别花龙，别花龙。花龙给我们看，大家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翻吗？你在翻吗？你是摇动它，它在抖它。你是在摇屁股吗？哇哇哇！帅帅帅帅！成功就是虚荣，赶快赶快！翻翻翻就虚荣。哎，可以可以，有哎，轻轻的轻轻的。就是这样，翻个两下觉得可以，现在努力就乱翻了。差不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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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就可以掉出来。要煸多久啊？一圈这样。哎，要调味了啊！要调味了，是不是？先加酱油啊！先加糖糖糖糖。哎，五香干什么？什么糖？什么糖？没有，要不要求救？要不要求救？不然走了。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我觉得差不多。要不要求救？他们先求救，求救，求救，求救了吗？求救了，求救了，隔壁走，求救，求救。隔壁，隔壁，隔壁，准备出来，两人一面，五熊，五熊，预备，起。熊妈帮帮我，一分钟，计时开始。你们加了什么？有讲吗？调味糖加的，冰糖加的，冰糖加了没？冰糖加了，是米酒跟乌醋没加。米酒拿来，米酒。哇哇，下手了！不加，你们加了糖，刚加一半。这蒜苗是不是切的不够？那准备鱿鱼碎，再切，切完，切完。再切，再切。那慢慢试一下，新的味道。后面的吗？都可以。前面那个不要，前面那个不要。你们可以试一下味道，看行不行。太甜了。没味道，没味道，没味道。它的汁液好多。太大了，太大。盐巴刚好。妈妈，你要是炒出五熊，你会很生气。不会，那表示它很好，它都有在练。哦。但你讲这段话，你没有笑容。再切一点，因为他觉得我是很严肃的看待这件事。很好。告诉我你们到什么程度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味道可以的，来。进来吧，对啊，很喜欢怎么咸的。好，先拌一下 ，OK 的，拌一拌，对，拌一拌。胡椒粉，撒一点，撒一点。有人跑完气了，有人跑完气了。那边要求救了，快点，他们要求救了。哎，你们好，你这边坐，让他坐，让他一点点。外面小母女怎么都这样子？行不行？大杯大杯，还没完，大声说，预备，起。我们要求救。胡扯那么多，预备，起。助教帮帮我！一分钟计时开始。来，五熊加油！你们刚加了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刚加了两边的高汤，然后糖，还有两圈酱油。然后这个试吃一下，试吃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你现在动作都是模仿妈妈的哦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醋米酒放在这边。我没有，没有什么加米酒也有啊，对啊。米酒白就要，白胡椒也要啊，客家酱油白就要加这个啊。你现在生气吗？你如果是妈妈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干扰不了我的。我在问你。试吃试吃，先试吃，看味道够不够再调。哎，等一下，给我筷子好不好？我们的那个盐还没有加，你处理一下。不用。我想够咸吗？那个酱油再给我一点点。哪个？快哦！胡椒粉就这两滴啊。没有，好精准的，就滴那两滴哈。哦，味道够吗？哇，好精好精准哦。盐不用吗？等一下。打光才回答。给我筷子，筷子。啊，没问题。好，电影时间到。好，电影时间到。可以吃吧？可以，就是可以。打光才回答了。有够咸吗？
有点烫，酱油不要烫，有点烫哦。你们自己也要试吃一下味道哦。去那边的，挤那边干。最后三十秒，围观哦。赶快吃，赶快吃，快用。很烫，很烫。酱油加了吗？酱油。超会搭，超会搭，超会搭。不能再浇，不能再浇了。五熊不要再浇了。五熊，五熊，五熊。不要再浇了。浇，激动不休。味道够吗？那太多了。又本身成长，焦了焦了，下面都焦灰搭了，差灰搭了，差灰搭了，夹不起来。快点快点，时间到，两杯时间到了，差不多了。饭桌之前呢，我们要加点无醋调味，真的。不一定要绝啊，算你不要绝啊。这样了。大贺好重啊！我说我们在比赛，我感觉在聚餐呐。我觉得你吃好像吃槟榔。对，放上面这个味道。好。对，我都有在看。希望你们的香气是非常非常迷人的。其他地方不要放进去。第几段客家小炒，请上座。其他地方不要放进去。来，指定菜。客家小炒，我们先拿起来，餐具这边先做好，先吃你们的。嗯，但是肉好像有点大块，刚好吧？还不错啊，好大气的味道哦。好吃，地主的蛋好吃啊。你应该比你哥张若昀会做才对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不用客气啊，多吃一点。还蛮其实蛮香的，红香菇菜，就是调味好像差了一点。我吃的是它很有味道，这肉都没味道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公审。外面打一架，两个在这边。第几站？客家小炒。哇，真的是一、二、三几百。哇！可以跳了，可以跳。阿吉是先说嘞。今天整个菜名叫客家小炒，顾名思义，这边完全切合题意。哦，怎么说？在客家小炒当中的小煎小炒，它是独树一格。那么它这边呢，我刚刚看到它没透过油炸，那么一直煸一直煸。如果真的要挑剔的话，就是在调味道的时候，日后冰糖少一点。啊，你可以咸一点，但是冰糖少一点。我讲一下丁啦，这边一点点经验的分享。为什么你投到那边？就味道来说，香气来说，确实是这边比较好。但是相对的，这边也很不会是少的。那就一个卖相来说的话，我不认为这道菜端上来，客人会觉得说哇，看起来很有食欲，它焦掉了。嗯，今天好像不是一个大幅度的胜哦，胜率哦。真的。哦，一比一，站着平手。恭喜平手。我是可以撕一张来。得到一票就对啊。一票就贴一张，你要干嘛？好撕，不是现在就这个，他要撕你的胸贴，不知道。他妈妈吓得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哎呦，他很急的呀，加油！超开心的，接到了，有入场券了。超快速的接力赛，好，哪一道菜？请看，三道，哎呦，番茄虾仁炒蛋，再来三分钟的清炒水莲，最后五分钟的芹菜炒花枝，能再拿两票，你了不起了你。各就各位，报上来，番茄虾仁炒蛋，大贺这边，简廷瑞，好，翻过来，靠第二棒，清炒水莲，大文这边是张若体，好，很明显的五分钟比较难炒的芹菜炒花枝，就是五雄和他娘的对决，是的，哇，精彩了，三分钟，番茄虾仁炒蛋，计时开始，这边先来，来，对。我可以转大一点。熬虾汤，大一点，对，熬虾汤。好，去切东西，不要管它。动作快一点，那个头把它弄掉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来啊来啊，美玲来啊美玲。他才切两刀。我们认识的美玲回来。那个地头是不是要拿掉？不要不要，切掉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快点。好，切多一点。他开始陆续从他的脸颊上面涨红，他开始在急了。开始没有笑容。对。让他女儿拿到一票，他觉得蛮羞耻。那番茄太大。美玲姐，你刚刚有想过客家小炒会是平手吗？其实它端上来，我闻到那个香味，我就知道它的香气不错。哎呦，所以如果五雄今天票数比你多的话，你要再快一点点。他在家里的地位是不是会提升一些？你这样问就不对，他可以回家吗？不会关在外面，会可以回家。对，
好了，你可以。然后你要清虾。虾。胡烟哦，胡烟哦。要不要加水了？要不加水了？要不要？要不加水了？冒烟的稍微大了。两汤匙，两汤匙。可以的。前面两汤匙。你有熬过虾汤吗？没有。好，他没有。你再会一次，你就厉害了。这么多水。把番茄弄到那个碗里，然后虾弄到旁边，不要弄在一起。你有点手忙脚乱。因为你在那先下番茄。你把全部和在一起。把和在一起，重新洗牌。简廷薇，你有听武雄说过美玲姐做菜很严格吗？第一棒时间剩下1分30秒，可以打蛋，打蛋。你们两个，你们要变的是虾汤还是虾膏啊？汤没了，哎，那个太大，切小块，可以滤出来。这个大吗？还好。你的汤要滤出来啊，都没了。没汤，没确定现在要滤出来，你的虾还没有熟哦。虾好熟哦。你那个黑黑的那个就是完全没汤了。哦，再加点水，再加点水。你没有熟的话，你滤出来的汤到底吃下会拉肚子哦。哎呀，番茄虾仁炒蛋，那个番茄要番茄的味道要完全释放出来。真的，要用油炒。太焦了吗？没有问题。他是不是要把汤包起来呢？时间还有30秒，还有30秒的，来不及了。蛋你还没打哎，蛋快快快！没有，这道菜3分钟有点强人所难了，因为如果还要熬虾汤的话，又要熬虾汤啊，或干嘛？要快，再快。所以其实没有一定要熬，你们会影响到第二棒的时间哦。盐一起吧。第一道菜的3分钟已经用完了，他们要往下走，完蛋了，快，非常的紧张，虾汤又快没了，它可以滤出来了，可以滤出来，第一棒已经拖到第二棒的时间了，快走，看样子还会再继续拖下去，一口气一口气，再管它，我赶快打开，赶快，让它滤它的油，啊，你要关火，不要关火了，我赶快打开，要炒什么？快，有加点，没有火，没有火，我会，一只慌张的大鹤，慌鹤。热热热热热，好下，乱加乱加。我想帮他收什么？乱倒姜泥，姜泥跟姜末，一只黄糖的糖烤鸭，是荒唐。快，对，快。炒，先对面也没好，对面也没好。隔壁走，自己试一下味道，味道够吗？自己试一下味道。美玲姐，你可以试味道哦，可以试哦。够咸吗？够咸，因为你蛋里面有。把那个快成锅了，你要不要？起来了，已经第二棒时间了，快点！快，我第二棒。对。第二棒清炒水莲准备。快放锅，拿走。哎，美女姐，你要干嘛？不能动！我来。第二棒出发，快点！下。第二棒的时间剩下2分钟，这水莲怎么那么长？水电工长，到底要怎么切呢？对啊，好像电线哦。怎么那么长啊？那个头不要要切掉，头不要，对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，夹紧好。哎，怎么那么？我跟你讲，这样会有番茄的味道。不要慌乱，张若甜，你在干嘛？你要去哪？把那个碗拿走啊，那个碗。他两边一直移来移去。辣椒，耐炒吗？水莲？不耐炒。菇放进来炒，菇可以放吗？放。会老啊！会老，会老，全加！快炒几下，然后那个放进来炒一炒，炒一炒，放那个下去煨一下。你们的队员去就没有再回来了啊？他在吃啊，摆盘。哦，他在摆盘啊，在摆盘，整理一下。炒出香味以后，你把那个高汤放进来煨一下，煨一下以后，我跟你讲，水莲丢进来以后要快速的炒，炒几下，然后米酒撒一点，盐巴放一点，收。好，大文有杀气，大文有杀气。大文，你锅子要先热啊！你这样会来不及哦。对，锅子要先热。哎，不是你，哎，关掉。关了啦。大文抓着这一把水莲，你看。对啊。杀气腾腾的，在他手上。大文蛮有气势的。头人一样，水莲。你现在就是我最想要杀的人。没有办法。你刚刚真的很难做啊！大文，你好像抓着蛇头一样一直砍。这是大文的头。这个滑稽街杀蛇女就是你。我去哪去哪？要烫啊！你要烫啊！我要烫，加点盐。有加了。要烫要哈。油嘞，油加了。油也加了。我要打开。第二棒剩1分钟。快！好，行。啊，锅子没热，油也没热，不要离开，锅子不能再离开了。好，阿基师两边水莲都已经有不同做法，那到底水莲要不要烫啊？不能烫。好。
全部能烫，快快烧起来！什么不能烫？为什么？因为水莲很容易熟。没关系，我没有骗你啊，没关系。继续继续。这个在专业里头大火快炒，拨两拨杀了青就。它这么容易熟啊？哎哎，已经熟嘞。那已经下脆了。这个棒剩下30秒。现在菜要上桌喽，全部加了，等一下那边就过了，就老了。哎，对，过个油就好了，这样子下去。没有炒香，你就加水，一半一点点就好。下，好，不要太多，对，上桌上桌，美玲姐还不能动哦。水莲下去，水莲下去，调味，快，你这已经熟了，所以赶快调两下就好。调味，米酒来，调味，一点盐巴。脱了，别再脱了，五雄不要拿了。第三棒，快点来，美玲姐走。现在我能干嘛？我能干嘛？收东西。好帅哦，机器好疯了耶！用 PI 啊，你管用 PI 啊，用甩的，你看。美玲姐，冲啊！这个可以不可以不要？随便啊，你决定，你决定啊，那可以吃啊，有什么关系？这把刀不利。刀不利。嗯。这是美玲姐强项啊，快炒的。啊！刚刚在拍芹菜是想的五雄吗？哎呦，杀气！这个时候，哇，好精彩哦，母女对决耶！对啊，开始练啊！猫起来丢了，猫起来丢了。明显五雄的刀工就没有赢妈妈了，没有遗传到。没办法，妈妈切多久了？油很热喽，蒜头超会大喽，要快哦！油很热了，油热了，不要关火，赶快往前丢，赶快丢。芹菜全放了。芹菜蒜，我超会搭的哦，就跟美玲姐的个性一样，火爆。红花儿要冲出来吗？下。哦，譬如你讲什么就加什么。米酒要不要下？帅！这是醋哦，米酒在哪边？哎，你看，时间还有3分钟。盐巴呢？在那边。哇，妈妈真的超强的，不假思索。我要一点香油。哎，他不能拿哦，他不能拿哦。那花枝什么时候下？要了。差不多嘞。可以哦。哦。最大火了。好香哦，想吃？需要胡椒粉吗？最后，我不能，不拿，不拿，自己差一点。来，隔壁走。你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嘛？没有，我们在加油，加油！哎，你妈做好了耶！啊，真的？啊，她好了，她有盛盘了。她盛盘了。烧水啊！花枝，而且你妈妈要把花枝絮絮放进去哦。你花怎么切的特别少啊？花枝，还有半枝哎。哎呦，这样会不会扣分啊？我要带回家，我要带回家。你要带回家？对啦，你今天进不了门啊，你也是你知道，带点东西。你说在门外深刻花枝，正面的，也太惨了吧。妈，我回来带花枝回来了。你要干嘛？没有，我在看一些事情。在想要做对不对？你在看一些事情。对，关诺伊哦，给我下瓶酒。还有一分半。哇，真的。可以。他的步骤都跟他妈妈一模一样。有吗？有。你就喝下啤酒。哎，已经装盘了。什么味道？你觉得？有点有甜吗？还没。调味。来，美玲姐好了。对。来看下你女儿怎么做哈。走。帮我拿上筷子。他进步很多哎，对啊，我觉得妈妈应该还有汤匙。时间剩下30秒。是啊，味道高就拿起来了。他的脖子蹬的，哎呦，被我们看到了呢。怎么样？够咸吗？够咸吗？够不够？可以啊，可以。起锅了，花枝熟了。我这边要叠香油，有吗？有要做的是吗？最后来一点就好了。大家把那炖来出一点嘞。要，真的，都叫我买菜回来练。每天都花的，每天都这样练。哎呦，这女儿怎么这样子的？打上干预。好了，完成。哎呦，完成了耶！哎呦，时间之内耶！哇，好厉害哦！哎呦。看完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动作呢，这个接连的完成了这3道菜之后，接下来看师傅
三位师傅完成三道菜的做法啊，为什么极快速极专业的五星级内容，请看他们要示范的第一道番茄香炒蛋，有水炒一点，青炒水莲，芹菜炒花枝。这三道菜加起来十一分钟，他们会在十分钟之内完成。番茄香炒蛋计时开始。首先番茄炒蛋油一定要够多啦，才会好吃啦。哦，所以不要想说油要放少一点，这样会太干，蛋不会好吃。而且番茄是脂溶性维生素，它也需要油，蛋也需要油。嗯。然后再来就是番茄个头，把它切小一点没关系。你不用先熬虾汤吗？我不熬虾汤，因为虾汤没有时间。所以虾头放在那边是个陷阱。你还记得炒？还是用了？没有，他用炒用虾油。他用虾油来炒，一样香啊。我们以为是虾蛋的软软的、水绵水绵的这样的，加点虾汤更浓郁一些。可是上他用虾油示范，浓郁更浓郁就更棒。用虾油的效果，可能香气会更足。哇，好香，好快。番茄，直接就下了。对啊，你现在锅里面有番茄油啊，有。然后这边再来点油。直接。哦，这就是我说的花楼，花楼，花楼，花楼啊，花楼。对，这就是我说的花楼。你又看到你外公了。所以在家里会这样。对，哎呀，外公啊。焦点就直接对半切，对半切，切丁，切丁。哦哦，我外公又来了。你成熟一点好不好？然后来一点点的姜进来。那蛋液需要先调味吗？我调了，我刚刚加了盐巴。盐巴。对，然后最后要蛋要进来之前，来点油，蛋淋进来。哦，对了，这样比较快耶。这感觉好好吃，蛋要够滑。够滑。你要三个蛋，四个蛋，三颗。就不用急，炒了之后它整个散掉，漂亮。对。哇，好啊！第二道菜，青炒水莲，准备出发。天哪！哎，刚刚有炼的虾油，你不要浪费。好会利用哦。香菇下来，水莲很长，不好切。哦，哎呦，谢谢。这我知道。对半，这个长发功。再对半，让它化整为藕就可以，比较简单。那水莲因为真的它很容易熟啊，所以剥个两剥它下去，最后再放下去就可以了。其实水莲最适合的是姜啊，姜，所以姜可以全下，蒜我觉得下一半就可以。哦，姜，姜进上来，高汤下来，调味可以稍微重一点点，因为水莲没味道。对，我们水莲难道没有任何的什么的青涩味吗？涩味只有一点，可是它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吃水莲的脆度。那这时候脆度，香油先下来。哦，香油这么多，辣椒这时候下，反正我们水莲下，这样才够味，哇，这样才够味，也不是不能用这个，把水拿再一次，盖一下，直接给它盖起来，对，整理一下，哇，又收好了，明姐要不要留？对啊，好了耶，它芝麻就收进去了，很快，而且这时候你不用再拌油，因为刚的油都皱了。好了，哇，这么快啊！时间很快，漂亮。时间总共花了六分钟。芹菜炒花枝，这就熟了。来出发，等于你是用两分。来锅里的部分呢，加点香油，芹菜先处理。芹菜炒花枝的芹菜香气一定要出来。对，所以呢，先把它拍一下，不需要把它拍到很少，把它切小段。来，不用拍得太碎烂的，不用，因为你拍得太碎烂，其实吃不到它该有的口感。蒜头下一半进来，姜的部分呢，少许去辅助就好。葱白，这时候下。葱绿后面放。对。芹菜部分。芹菜香味炒出来。对，一定要把它炒香。好，香气出来了。嗯，有。高汤。自来高汤。跟基本的高汤、米酒全下进来，哇，这么多啊！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处理花枝哦，就是节省时间的那个前后。那这边你就在熬汤，把芹菜煮出来，煮到汤水里面来，然后让它扒在那个身上，因为芹菜煮不老哦。就这样切，学习这样的切法，先左边花刀，右边切取大小，直接切这些就出来了。来头的部分。
这块大部分都浪费掉了。我刚刚没有吃，它都要哎、欸。它这个吃起来口感上比较扎实一点，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切小块一点。嗯，对，像这块反过来，上一头地方，你再把它片薄。哦。哎，这块头部分它的腥味也会比较重，先进来锅子里面。啊，所以要烫哦。等一下，这样用的啊，绝对甜不是烫水莲的、啊。哎呀，胡椒粉，所以这锅不是来烫水莲的。盐巴，糖少许。来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身体放进来。都放先烫过哦，拌两下就好。拌两下就好了。刚闻这个花枝，它本身的腥味还是蛮重的。好，来稍微烫一下去腥，然后进来之后再炒的过程，它的鲜味就会在里面。芹菜的味道都煮出来了。对，这时候我们的香辛料再进来。好快啊！弄的。几锅钱？香油、米酒。需要加白醋吗？白醋不需要。陷阱！哇，真的，还好加。好了，完成了，一共花了十分十秒。拿起你们的餐具，先吃中间的这一道。詹姆士做的，这用爆虾油的方式哦，各位。好香哦，这个在里面充满了虾味，哎，它那个香气是不一样。我们为了怕落差太大，先吃美玲姐的，好来。这是简宁瑞做的。哦，真的，对，不错啊。是吗？真的吗？你们早一天跟我谈情说爱啊？对，也是有虾味啦，但对。来，各位不要怕，吃这边的来。不要怕，幼儿的副食品，你们自己弄，你们自己弄。来，真的有熟吗？这是离乳食品的，这我没办法。倒也怪怪的，味道怪怪的，有个怪味，不知道什么，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，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，很像是虾的腥味。对，有个怪味。来，各位望着他，来吃第二道，来，快快快快！水莲。一个炒到快到不知道熟了没有的水莲，各位试试看。我觉得水莲要，因为水莲要这样的口感啊。嗯，好脆啊，脆，很脆。好喜欢吃水莲。来，要先吃这边的来。像落体的 ，OK 啊 ，OK。它也有脆，来，看起来 OK 啦，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，没味道，没有味道。你们刚吃太咸了吧？你真的吗？你今天看水莲没味道？水莲沙拉。加点水莲沙，加点甜岛酱就可以了。你们知道禽类吃的跟人类有什么不同？有什么不同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们不能太重的调味。对啊，禽类不能太对太咸。禽类吃太咸会掉毛。对对对对。过了吗？来，我们就这样。我们为什么要吃菜，然后要忘了它？就回天堂了。你不知道地狱在哪，你怎么知道天堂在哪里？对，我们是这样。来，我们吃那个美玲姐的来。对，嗯，哇，五雄今天这一组是反指标啊。这有妈妈的味道哎。妈妈五雄。是五雄炒的。嗯，好吃。它的很嫩哎，花枝。对，我的花枝比较好嚼哎。对不对？我的花枝很嫩。有吗？要偏淡一点。对，就是偏淡而已。完蛋！超快速接力赛这三道菜，国人洗手三票，留了第一阶段你一票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吧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好吧，乐观乐观。好，逆转胜，请举牌。一、二，再举牌。哇！恭喜！来，吴师傅来。其实两边味道相差很多了。所以原上我们非常好评啊。好，那你这两道菜就是这边胜，那这两道菜这边胜，那这两菜哎，你差一点点胜啊。那因为你的个头有的比较大块一点点，所以其实有的比较嫩。那其他口味上，你这边妈妈的火候跟胜都很到位，比较平均一点，比较平均一点。对，詹姆斯补充，这三道跟这三道比起来，这边叫完胜。美玲姐把关成功，恭喜美玲姐。总比数四比一，请这两位到中间就位。来，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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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来，这边吃香蕉，来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啊，鼓励一下人类的食物啊，没有问题，下次再来，好吧，美玲姐，继续健康的发展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大主厨，谢谢，谢谢。
谢谢爱心的大厨，所有的妈妈都健健康康。基隆港直送当令海鲜，技术美味佳肴，程程赵哥为吃美食互不相让，还引发一场唇枪舌战。他的地瓜粉进去之后，他是跟着蛋液就做结合的。沙茶进来，沙茶进来，这是不是跟沙茶线条很像啊？对，赵哥你会赢吧？我不是我这一组的吗？我是啊，你怎么会这样问我话？就是因为你的不信任呐。讲话客气，讲话要不要客气的这件事情，我讲我们大家一起跟赵哥共勉啊。更多的精彩内容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